陶然，没有人分得清他是真父还是装父。是我的，怎么了？爱给你说什么吗？他们说我是疯子，对吧？在那帮蠢材眼里，像我这样的天才可不就是疯子吗？我见过一些人，他们会用疯狂的方式表达自己疯狂的爱，陶然大概就是这样，只是他更加古怪，更加疯狂，更加迫切。偏执的爱有时候比恨更可怕，不是吗？看样子，陶然对这次闹剧的效果并不满意。从那以后，陶然总是跟踪小欧，诡异的事情也接踵而至。疯子，小欧告诉我，有人试图杀了他，走廊里的那盏吊灯就是证据。是疯子，还是你是疯子呀？啊！只有小欧自己才能看到的东西，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我那么喜欢他，他却一直把我当成是疯子。我说了，锤子是我的，但是雕塑不是我砸的。动你的脑子想一想，凶手可以直接拿锤子杀死人，他为什么要砸掉石膏像？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现场？我看你还是没想明白。能置人死地的是什么？是嫉妒，是嫉妒。